阿奇宝宝，今天8月31号来到中正纪念堂，参加台湾水彩画协会第43届会员联展跟第1届的台湾水彩画创作奖的颁奖。那这个活动呢，是从8月29号到9月9号，今天呢是10点钟要开幕。还有第1届这个创作奖的一个颁奖的活动。今天是这边有台湾水彩画会的发展史。这边有得奖作品，人画的都漂亮。这边都是优选的作品。一边是些什么作品？我想起来这个今天下午要记得今天下午2点到4点钟有这个创作学术发表会，是由谢明昌老师演讲《漫画构想及水彩意象》，跟林仁杰董事长跟郭宗盛医师的对谈，题目是《医师的画家梦》，欢迎大家来参观。